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是 Saramonte Kia 车行，起亚车行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起亚的各个车款。起亚呢是在1944年成立于韩国，它的原来的名字叫京城精密工业，它一开始是一个生产自行车零配件和钢管的企业。在1952年的时候，他们生产了韩国的第一辆国产自行车，从此以后呢就把公司的名字改为起亚工业。起亚的意思就是崛起亚洲。韩国的第一辆的摩托车也是他们生产的，而且呢韩国的第一辆汽油发动机同样也是他们制造的。起亚呢在韩国有很长的历史了，它也有自己的技术。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的是2023年起亚的 Forte 这款车。起亚 Forte 呢是从2008年中期开始生产的一款紧凑型的轿车。2023年的 Forte 有五个车型，分别是 LX、LXS、GT Line、GT 还有 GT Manual。 LX、LXS 还有 GT Line 这三款车呢都是2.0升四缸的发动机，147匹马力，132磅-英尺的扭矩，而且它们都是 IVT 的变速箱。 GT 和 GT Manual 这两款车呢采用的是1.6升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它拥有201匹马力，195磅-英尺的扭矩。 GT 版采用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，简称 DCT 变速箱，特点就是利用两组离合器分别负责换单数档和双数档。我们再来看油耗方面， LX 版呢高速可以开到41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呢可以开到31英里每加仑，综合的油耗是35英里每加仑，非常省油。LXS 与 GT Line 这两版本呢高速可以达到39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可以开到29英里每加仑，综合的油耗可以达到33英里每加仑。 GT 版高速呢可以达到35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呢可以达到27英里每加仑，综合油耗可以达到30英里每加仑。 GT Manual 版呢它的高速可以开到31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呢可以达到22英里每加仑，综合油耗26英里每加仑。整个的 Kia 的这全系呢它标配了驾驶员注意力警示，还配备了车道保持辅助系统、车道跟踪巡航系统等等，驾驶安全辅助系统会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安全更轻松。 Forte 这款车呢车长呢是大约是4.6米，然后车宽呢大约是1.8米。这款车的是外观上看是非常非常的帅的，而且它的设计是非常的动感的。看看这进气格栅还有灯组的一体化设计，会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后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，再加上侧面的线条，处处都透着时尚与动感的气质。这款车呢是配备了10.25寸的这个触控式的显示屏，而且车的内部空间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宽敞。它的座椅呢也很非常的舒服，属于那种赛车式的那种包裹式的座椅，把这个腿部还有腰部全部包裹得很紧，坐上很舒服。 Forte 这款车不仅是颜值高价格还低，而且维修成本也低，而且被 JD Power 评为高质量的车款之一。如果您对起亚的其他车款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起亚车行，这里的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，也欢迎您到这里来试驾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